看到啊、哦，一个 bingo， 一 A 鼻子啊，二 A， 然后那个贴片啊，下面下巴，打过玻尿酸，对啊，还有其他地方没有啦，还有吗？身体部分，身体有没有缝线？我们剑穿透彻身体，好，那我把它解开喽。因为我那时候问医生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时候会有类似癫痫的状态，他就说小时候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是压力造成的，放电，而且最后到快要毕业的时候连续两个月都是在月经期间，刚好月经也是引发癫痫的其中一个危险因子，连续两个月发作，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是旁边的人被我吓到，所以总共这样几次，四五次，然后有一次是一开始是在念硕班的时候，我是整个昏倒，然后在那个捷运不是坐那个电扶梯吗、嗯、然后我倒下去，这个鼻子就撞到那个尖尖的，超痛，太痛了，鼻子是黑的，然后为什么还这么完整，然后会消肿啊， OK 就是淤青，你看人家撞成这样都没有去隆鼻，你干嘛啊，菲比你看出来了哈，菲比啊，就是菲比嘛，对，我刚开场就想问了，你来来来，阿 K， 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看他动过什么东西？我可以近看吗？不可以，稍微。哇，太近了，太近了啦！那么近，我不会碰到。感觉好变态哦！你确定这个录完会有人喜欢他吗？真的。那个你看，眼睛啊，一个 bingo， 一 A， 鼻子啊，二 A， 然后那个贴片啊，下面下巴，打过玻尿酸，对啊，还有其他地方没有啦，还有吗？身体部分，身体有没有缝线？我们剑穿透彻身体，好，那我把它解开喽。很生气，你有没有？身体我不知道，你有没有？你很生气，习惯自己了，习惯自己。太可怕了，他身体也抽脂哦，哇哦，好用心哦，像他现在此刻是很漂亮嘛，很美啊，可是你知道他有做过这么多东西，可以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我可以，那如果连奶也是假的，我可以，漂亮就好，先拍手，人是真的就好，人是真的就好了，我真的这样可以，有些人全部都自然的哦，心是假到爆，哇，那不行啊，谢谢，真的啦，真的啦。你要的是真心，真心，真心，真的最重要。OK，Baby 呢？你是不是说你读书读到上新闻？对，因为我原本被三二，然后其实我大学念了三间，然后被退学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去公家机关底下的厂商做事情，然后领22K。然后领22K 的时候，我常常遇到我有一个老板是那种焦虑症，他常常说，怎么带老板来上班啊？哎呦。他就整天对我们骂，你是他骂你的时候，你是有含泪吗？还是对啊，因为我有时候可能要跟他说，哎，老板现在有什么设备需要去修嘛？对，哎，喂，老板干什么？然后我说，哦，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东西，好了，知道。然后就把我电话挂掉。